哎呦，司空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徐福就在长安帮武后办事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长安。扁鹊，你先往哪里跑？快把解药交出来。嘘，我不允许你生气，你的每一次生气都是在伤害我的心。兰陵王，你怎么把飞也带来了？是这样的，我本来在来找扁鹊的路上走着，忽然飞这家伙出现在我面前。哦，女人，虽然我只能看见你的衣服，但我一眼就能看出你的美貌。飞，我是兰陵王啊。哼，女人，你是想这种拙劣的手段逃脱我的爱吗？都说了我是兰陵王了，非不听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所以扁鹊，快把解药交出来。解药刚刚都给凯和守约了，现在没有了。嗯，不过我倒是有办法帮忙解决飞的问题。嗯，就这么办。飞，你过来一下。哼，女人，你终于接受我的爱了吗？算是吧，不过你先把这个药喝了。哼，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算了算了，反正现在他也不会来烦你了。大蛇，你的胡子成功地吸引到了我。